新北瑞芳警分局副分局长经传离世，在今天上午，他自行前往平溪山区爬山，却迟迟未归。警所同事启动协寻，而傍晚在望谷瀑布附近的水潭边发现了他的坐车，紧急派遣潜水小组协寻，在潭底将人救起，但已经没有生命迹象。而警方已经前往现场采证，并调阅周边的监视器影像，要厘清检副分局长落水的原因。